趁他们还没追来，我们赶紧躲起来。啊，秦风，你没事吧？这里像是一处废弃的街道。奇怪，这里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这玩意儿要是掉下来就不好玩了。巨人，你可真是个乌鸦嘴！ 站住！别想逃！这是哪个人才干的？还不赶紧想办法！ 成熟一点，别让后辈们看笑话。<笑>数据垃圾的类型还真是多种多样啊，居然还有会飞的。哇，这里是短视频大厅。短视频大厅不是位于超市界的娱乐区吗？可这里是灰域。但是这里的布局和短视频大厅一模一样。 只是看起来比较陈旧，而且这里居然连一只刷刷兔也没有，也没有那些泡泡房间。屏幕怎么亮了？妈妈，这种视频风格现在好像不多见了。 这不是我们当时玩的版本吗？没错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会把生活中拍的照片和视频都上传到这里，和朋友网友们分享。是啊，那真是一段纯粹又快乐的时光。你俩可是最早一批进入超世界的飞车，难道这是个旧版的短视频大厅？妈妈，林一，这些只是影像。这些视频都是妈妈被困那段时间发出的。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应该是遭到了屏蔽，从而变成一堆数据垃圾。这么说，这里就是一处垃圾堆放点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座大厅还有大厅外的整片建筑都是被淘汰的旧版本。难怪这么破。 小姐，这边有出口。现在我们该去哪？去哪儿都行，总之先离开这里吧。或许有一个地方能帮我们摆脱追兵，只是……他们进来了！看来只能试试了。你们跟我来！给我站住！ 风林，我们都跟踪他们一路了，你是在担心飞轮吗？才没有，他被抓住才好呢。给我仔细的搜，这次绝不能放过他们。是。 这样躲躲藏藏的真憋屈，不如直接跟他们干，冲动是魔鬼。哎，灵一，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你们看，是天台上方的传送门，但是他们都好破啊！我的推断果然没错，这里汇聚了超世界各个旧版本的场景。所以灵一，你是想借助那些传送门摆脱追兵？嗯，其实我也没多大把握。 只是这里地形混乱，进融又追得太紧，所以只能冒险试试了。可眼下想去到天台上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瞪大你们的眼睛，仔细找，他们肯定在这附近。看来只能调虎离山了。我去引开他们。算我一个。白夜和空翼善于飞行。
正好与敌人周旋，也方便逃脱。空毅，准备行动。哇，大哥，你今天看起来好气派啊。嘿嘿，那是。好小子，原来你在这里，快抓住他，干掉他。哎呀，别忘了还有我。先抓住他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师傅，到底先抓谁啊？看到谁就抓谁。巨人，快！怎么都是坏的？哥哥，你们到了！抓紧时间，追兵虽然被引开了，但很快就能找到这里。可是这里的传送门好像都失效了。林毅，你快想想办法！抱歉，我没想到会失效，这些装置太旧了。我，毕竟林一也是第一次进入灰域，肯定没办法面面俱到。等等，果然是这样。这些光球都是散落的数据信息，只要找回合适的数据，传送门一定就能恢复使用。原来如此，这都能被你发现，灰域不会是你家吧？真的成功了！耶！又是一枚彩蛋。依依，聪明如你，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吧？这片区域是为你打造的专属空间，也是我一直想送给你的礼物。妈妈，建设超世界的任务秘密而紧迫，很抱歉这些年不能留在你的身边陪伴你，也很抱歉妈妈没有守护住这里，让灵图侵占了去。依依，这枚彩蛋代表着我在与灵图的对抗中失败了，而你是最后的希望。这片区域的深处藏有两枚必杀晶片，那本是我要送给你的小惊喜，但现在它将是打败灵图的重要武器。依依，拜托了，替妈妈守护超世界。别走，我。某种程度上说，灰域居然真的是你的家。想不到灰域里还藏有重宝。要是风林你能拿到这两枚晶片，那我们就谁都不用怕了。林毅，当务之急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你们这群狡猾的家伙，差点让你们溜了。哥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只能冲进去了。总算能出口恶气了。巨人，别冲动，我们现在是在逃命。齐峰，你快进去。要走大家一起走，没时间婆婆妈妈了。神明狂笑。林毅，快！长鹰刀，拦住他们！三重分身！
报警了。可恶，又让他们跑了。别着急，大哥，还有西萨呢，他们跑不了。但愿他能成功吧，我可不想再被老板骂了。风铃，我们不追上去吗？不，追着跑只会慢人一步。必杀金片，我势在必得。又解开了一枚彩蛋，不愧是玲玲的女儿，居然有着和她如此相似的思维模式，有趣，有趣。哥哥，你可算来了，没事吧？终于甩掉他们了。灵一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我们只是暂时脱离险境，金融他们很可能会找到这里。哎，不怕不怕，只要找到那两枚变形晶片，我们就所向无敌了。但愿如此，不过眼下我们还是先离开吧。哎，伙计们，前面有扇门。我猜一定有惊喜在等着我们。惊喜？别是惊吓就好。秦风，有敌人，好多敌人。只是雕塑而已。啊，什么嘛，吓我一跳。这好像是一盘棋，会不会有什么玄机？该不会是什么可怕的机关吧？你别说话，你个乌鸦嘴。我只是提醒一下。你还说？似乎没什么特别的。没劲。算了，还是先进去吧，别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。嗯。哼，没人能挡得住我。谁来拉我一把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九柱。还是避开这些棋子吧。巨刃，你行不行啊？当然没问题。哇，这盘棋好大，真的能下棋吗？别管这些，先找出口吧。没事吧，你们？完了，这下真的跑不掉了。看来只能硬攻了。爆裂出击！神明狂啸！漫天飞雨！巨刃，看你的了。这不科学也不是吧，还来。看来攻击对他们是无效的。哎，上面的快拉我一把呀。老友，你安分地待在那里可能更安全。小姐，小心前面左边。
老板。想不到这盘棋居然暗藏杀机，有意思。哼，我只是稍微动了些手脚，来增加一些看点。哼，我去把他们抓过来。不，棋还没下完呢，这场戏才刚刚开始，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哦，那我就继续看戏了。玲玲，就算你的封印经过多重加密，我终究还是找到了解封的关键。累死我了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小姐，快走开。消失了。白棋是被黑棋吃掉了，难道？灵一，别愣着！小姐，是这样啊！救命啊！你们快停下！停下！开什么玩笑？这些棋子并非是在有意攻击我们，是我们的移动触发了棋子的运行机制。真的不动了？我可算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想要解决挡路的棋子，就必须遵循游戏规则，用蛮力是没用的。棋子的操纵规则是，我们移动两格，棋子移动一格。灵一，这次又全靠你了，我们可不会下棋。其实我也没下过，但小时候我跟妈妈学习编程的时候玩过类似的游戏，只要计算出棋子的行动轨迹，就不会受到棋子攻击。哥哥，你还记得刚刚棋子是怎么移动的吗？你们俩跟着我就好。这里的棋子太多了，估计绕不开吧。那就消灭它。啊，真的被吃掉了。嘿，灵一，你真厉害。看来这盘棋我们要赢了，现在除掉那枚棋子。是影像存储器，肯定又是一枚彩蛋。之前我们两次发现彩蛋都是通过影像存储器，这次彩蛋似乎给的也太明显了。小心！抱歉，我刚才有些激动了。别急，灵一，我们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来吧。嗯，我要接近那枚棋子，这次我需要你们配合我。左一两格，林一，去吧。我到了，快打开。啊，妈妈，这什么地方？这些闪烁的光点，好像是一处坐标。这个坐标就在棋盘后面。等等，林毅，前面的区域我们还一无所知，你这样贸然进去可能会有危险。那又怎样，我妈妈就在眼前了，难道你让我置之不理吗？我林毅，
你妈妈的事我们都很关心，毕竟够了，不要假惺惺的对我表示同情。我知道你们真正在乎的是荣誉，是名望，是胜利后的优越感。灵毅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还有你，整天就想着吃，头脑简单，行为幼稚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灵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有这么差吗？你现在知道我对你们的真实看法了吧？所以不要再阻拦我。白夜，我们走。小姐，我想他们可能真的是出于关心。走。灵毅，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，那我们一起。别忘了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如果有危险的话，我们也能。够了。灵毅，你做什么？你们不过是一群拖油瓶，跟着我只会碍事。你们往回直走就能到达关卡入口，可别说我没提醒你们。对不起，飞轮秦风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快躲开，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。空毅，快拦住他。灵毅，妈妈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